家好，我的名字是黄班正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试吃这个四川麻辣火锅。我没有看过火锅是用包装的，我第一次看到，我很好奇哦。它的特别就是它其实只要用冷水就可以做了。对，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什么都不需要，就是你只要放在桌子上，然后你把水倒进去，是吗？我没有吃过，所以我不懂。哎，哦，这边有教怎样吃。这个一个不便宜，马币29块。啊 ？Serious？ 哇，哇，里面就是它的料。哇哦，麻辣火锅。哦，这个是蔬菜包。菜。哎，我感觉要开很多东西耶。啊，对对对，要开很多东西。哎，里面这样多料。这个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香肠是吗？还有香肠啊。哇，这样好料哦。不错，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肠粉包。哦，看起来像面这样，面体啊。有点像面条，是这个是调和油，就是油啊，油啊。这个嘞，这个是什么？什么蛋来的哈？蛋哦，哇，菜鸟卤蛋，还有蛋的哦。还有饼干，就是这个应该就是锅底吧，就是料包调味的。哦，等下我们要倒进去里面就好了哈。对啊，倒这个，哎，这个就是那种冷包。要倒这个还是要放一层啊？这个是放冷水啊。哎，你这个放你开了放那边，然后你分冷水啊，然后你的料倒了，就是你加水啊，你一放冷水你就要放下去。好，开就它就会滚，但是我们倒就好了。OK， 就开始做吧。哇，先把全部料放进去里面。哇，那个味道。Yes， 放好第一个材料了。哇，卤蛋应该是，哎呦，还有有汁啊，有汁啊。哦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三粒而已。哎，刚刚好，还算不错了。哦，那个味道够重哦。Oh my gosh， 老师，饼干啊。啊，你看这个它的蔬菜，你看。感觉就好像有加一点营养，有一点营养的感觉。那有机的东西在里面呢？我倒上来。哇哇哇！哇哇 ！Oh my gosh！ 哦，哦，现在我就直接放进去。啊，你直接放进去，直接放进去。哇！哇！哇！很重哈，很重啊，那味道。做好了哈。现在 OK。全部东西搅拌一次。哇，全部加起来就有点食物的味道了。放哪里？啊？是放哪里的？这个是放的，放这个就是放汤里。哦。加冷水过，它就会滚，开始滚。就 okay， 啊，加进去啊。啊，加进去。水这样子啊，嘎嘎啦，不用满了，要满掉。啊，差。哦 ，OK。OK 啊，这样子啊。Okay， 哎呦，像长方机器。哎，这边你。就这样。Yeah， 香肠。Okay。哇，要倒多少 ？OK， 直接放，应该是 OK。三，放，改一下，这种上面东西上来，打下去了。哎，有声音了。哎，哇，那个啪啪啪的声音出来了，哇，好听。好的，我觉得时间应该是差不多了啦。大家可以看到有点烟了，你看我黑黑色衣服这边有点烟了 ，OK。我切了，鸡蛋糕！哇！你呀，你太夸张了！哇！没有，这个是我是真的烫到，妈蛋你！你上来，你放久点。啊！少点没有啊！真的少，不是开玩笑。不会烧，放久了烧出来就烧。哎，有个问题，讲开盖啊。旁边开啊！哦哦 ！Oh my god！ 等下，哇！这个就是四川懒人麻辣火锅，耶！哎，原来那个真的是面来的，我没有讲错。原来是他们的面粉啊，米粉。哎，我们算面了，我们叫面了。Oh my god！ 你这么你。哇啦喂！我们现在可以吃了哈，可以吃了哈，吃啊，不要客气哦。好，来吃啊，吃啊，直接吃。叫我翻屁吗？你不要 CB 可以吗？他们他，
哦，完蛋！你要去拿水吗？哎，我觉得是时候要拿水了，去拿水噻，去拿水噻。是不是很像？汤还没有完全进嘴巴哈，他就已经呛到了啊！对对对，很呛的。没有啊？没有啊？没有太烫了，应该是。对啊，我是觉得感觉那个麻辣包、不需要放太多。没有嘞。怎么我不一吃辣的我没有被呛到呢？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汤面，不像火锅。哎，大佬哎，你是姜哦，呛到了，呛到了，是吃那个蛋啊？啊？我吃它的那个啊，你吃香肠，吃香肠，不错，不错啊。我刚才咳，呛到我。真的不行，超级油，真的不行，超级油的。我怕了，快泡快泡。来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对啊，刚旁边有那么大，刚刚都是不错的。那我们还是吃那个蛋。蛋在哪里？一人一粒。一人一粒，吃啊，一人一粒。啊，很烫哎。好吃。咬一半，咬一半。好，就是蛋来的，拍一下，拍。其实它没有我想象那么辣、我觉得还，我还是觉得韩国拉面比较辣。韩国拉面比较辣。我们差不多了，应该放太多了嘛，其实不用放完了。OK， 就吃到这样了。好了，队友，你讲一下感言。我觉得真的很呛的，然后料就放。一半就好了，不要全部打下去，太油了，然后很辣。然后我建议是不要一个人吃啊，至少也要像三个人一起吃一个，或者三个更多以上。所以十分你给几分呢？几分？七分。你呢？六咯。六啊。我给五，因为有点不健康，真的啊，不健康。不过还是可以体验，还是可以买一个来，真是不错啊，真的。大家看我们的桌子吃到多油，会乱长，够邋遢哦。我觉得它的那个辣油啊，很容易辣呛到你的喉咙，它容易滑进去里面，滑进你喉咙里面，然后你就一直咳嗽，一直咳嗽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了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